欢欢喜喜迎接全新的一天，开开心心拥有人间好心情。佛光山纽约道场，纽约佛光协会邀请您共度美好时光。各位人间好心情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吉祥，我是佛光山纽约道场的友人法师。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篇人间万事的文章是女人之怕。星云大师告诉我们说，人都有害怕的心理，怕神怕鬼，怕天怕地，尤其是怕人。说到怕人，女人恐怕对人最有恐惧心理了。那女性到底怕什么呢？第一，怕生人。男人遇到不认识的人，很容易结交成为朋友。女人对陌生人总是心存戒惧，不容易接触，甚至对熟悉的人也有很多心理上的防范。不过一般来说，女性尤其是美丽的女人，如果对人没有防范之心，没有矜持的态度，的确很容易陷入危险之境啊。第二，怕色狼。有的女性喜欢搔首弄姿，引起别人的注意，甚至希望异性追求，但是太直接的追求也会让她害怕缺步。在男性当中，女人最怕的就是遇到色狼，因为色狼没有情调，对人不懂得尊重，所谓辣手摧花，女人遇到色狼可谓人生一大不幸。第三，怕遇人不熟。身为女人，一般总是要嫁人，所谓嫁鸡随鸡，女人好像一直都是男人的附属品，因此女人的一生最怕遇人不熟。如果嫁给了一个不上进、不负责、不诚实、不勤奋、好吃懒做，甚至搞婚外情的男人，这样的女人，她的人生的路只怕也是坎坷难行。第四，怕家暴。打老婆是男人最丑陋的行为，有些男人常常拿老婆出气，动不动施以打骂，尤其迁怒动气，借酒装疯，经常以打老婆为快。一些可怜的小女人被男人抓着头发拳打脚踢，如此长期活在家暴阴影中的女人，怎不感叹命运多舛。第五，怕衰老。女人的年龄是秘密，总是不肯轻易对人透露。不过即使不说，岁月还是会在女人的脸上留下痕迹，因为衰老毕竟是人生无可避免的事。只是对女性而言，年轻的女人自然能散发女性的魅力，但是一旦年老色衰，魅力就没有了，肥胖丑陋自然发生。所以女人总是对年老色衰感到无可奈何与害怕。六，
怕无孩子。过去的传统家庭里，父母为儿子讨媳妇，总是希望传宗接代。因此，一个不能生养儿子的女人，不但在家中没有地位，甚至犯了七出之条呢。所谓母以子贵，没有儿子的女人，其处境之艰难，内心之落寞无奈，可想而知啊。第七，怕妇女病。只要是人，难免会生病，但是一般来说，男人虽然也会害病，不过未见专门的男科医院，只有专为妇女而设的妇科医院到处林立，可见女性比男性多病。女性的疾病，例如月事不顺，甚至乳癌、子宫癌等，这也是女人的梦魇啊。第八，怕没有钱。中国的家庭一向以男人为主，男人通常掌控家的经济大权，尤其男主外，女主内。因此，即使不富有的家庭，男人随时可以外出工作，但是女人想要自己赚钱，比较少有条件和机会。一个人如果没有钱，可以说是百事哀，有些女人更是如此。所以以上的女人是怕，即使到了今日提倡男女平等的社会，还是有一定程度牵动着女人的命运，这可是不争的事实啊。所以听众朋友们，这一则女人之怕的人间万事，您有怕其中的吗？我们慢慢的去参这篇文章，祝福大家新年快乐，吉祥如意，阿弥陀佛。自在的飘荡，也许遇上狂风和巨浪，人点一盏灯指引你靠岸，就让每道月光照亮你心房，温暖每个孤寂的夜晚，在这强的信仰可以飞越梦想的海洋，我愿就像风一样带你飞越幸福满满的海洋，让爱延续一盏一盏温暖不简单，就像风一样吹拂你的喜怒哀愁与孤单，让你的希望勇敢飞翔。就让真心放在爱的
转上，随波自由自在的飘荡。也许遇上狂风和巨浪，仍定一盏灯指引你靠岸。就让每道月光照亮你心房，温暖每个孤寂的夜晚。在这坚强的信仰，可以飞越梦想的海洋。我愿就像风一样，带你飞越幸福满满的海洋。让爱延续一阵一阵，温暖不间断。我愿就像风一样，吹拂你的喜怒哀愁与孤单，让你的希望勇敢飞翔。我愿就像风一样，带你飞越幸福满满的海洋。让爱延续一阵一阵，温暖不间断。我愿就像风一样，吹拂你的喜怒哀愁与孤单，让你的希望勇敢飞翔。本节目由佛光山纽约道场、纽约佛光协会共同制作，感谢如是我闻谛听文化音乐提供。身体力行做好事。